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焦老板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姓焦啊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周德馆长啊，我姓焦。来来来来，这个戏让人热血沸腾啊！我呢，对大家的故事非常感兴趣，我想把它拍成一出戏，现在就是一大概故事。啥故事？《阿飞正传》。哪个阿飞？岳飞。 不是，我们没写过剧本啊。我想要的剧本啊，那是一个拨乱撞过、气势恢宏的大阵。第一幕，灯光还没亮，就听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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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越来越响。按真动力，把情况。观众只见台上站着3000多兵马，这场必须玩真的。刀光剑影，血肉横飞，让观众感受到战争的残酷。第二幕，3000多更名啊，轻一点的低出装。 冒昧的问一下，那手里边为什么要捧菊花啊？给黄瓜娘娘上坟呢？秦桧跟他娘小妾那点乱七八糟事儿都表现出来，骄奢淫逸，夜夜笙歌呀！演员必须得是一线，粉丝数低于100万，聊不了。后边还有雪和冰雹，最后山洪爆发，雷电交加。 几头大鳟宰着剩下的人，四下远方。投资多少钱？300多两银子，还差多少？300多两。